期中展览，就代表住我哋将创新科技咧融入日常生活当中，令到长者咧享受到科技为生活带嚟嘅好处，乐在其中啊！ LSCM 近年咧积极咧研发乐龄科技，包括今次展览里边咧展出嘅一系列嘅智能生活技术。我哋希望让市民同业界咧更多了解 LSCM 嘅最新科技，同埋咧点样将呢啲科技咧应用喺唔同嘅行业同埋社区，提升市民嘅生活质素。咁多同学喺呢个过程入边，究竟有咩艰辛，有咩乐趣呢？喺试用嘅过程中咧，啲长者话俾我哋知好好用啦，好顺畅啦，就觉得好开心，好有满足感。面對人口高齡化，社聯同埋 LSCM 咧呢幾年都有推動樂齡科技嘅研發同埋教育工作。呢個展覽令大家可以知道呢啲產品點樣可以支援到長者同埋照顧者，點樣可以減低佢哋嘅壓力，同埋改善提升到佢哋嘅生活質素。我諗隨住科技嘅發展咧，用科技嚟幫到老人家係好重要嘅。令到老友記咧可以用得，而令到佢哋真係可以係繼續喺社會度運作。我哋要話俾長者聽，科技係令到佢哋真係可以做翻佢哋想做而係未必自己做得到嘅嘢咯。其實樂齡科技對長者嚟講真係好重要嘅，好似呢一個機械人咁樣咧，佢可以幫長者量血壓啦。佢又可以行去長者身邊同佢傾偈 ，LSCM 咁樣，佢能夠真係喺香港切合香港嘅環境，幫到每一個長者，服務到佢哋，呢一個就係最好啦。我哋祈康老人福利會咧，就係一個專門為老人提供院舍同埋各方面嘅服務嘅一個機構。好多年前咧，引進資訊科技咧嚟幫助我哋嘅院舍嘅服務嘅。LSCM 咧近年嚟咧，亦都喺呢方面有好多呢啲嘅研發，用喺我哋嘅院舍方面，能夠幫助到服務嘅老人家咧安享晚年。